你在吃什么？吃什么东西？好不好吃？为什么你今天上学哭哭？为什么你一直抱着妈妈的腿都不放我走？为什么老师要抱你不让老师抱？你不会讲话啊？哦，你是小 baby 还没有上幼稚园啊？那小 baby 不能吃东西的呀，你现在也不可以吃东西咯。妈妈，怎么啦？这个跟姐姐上次一样的布丁。对呀，你喜欢吗？姐姐很喜欢，你也很喜欢吗？那你脚可以放下来吗？下次洗头洗澡要不要乖乖？没有。洗头很乖吗？很